最后一位了，日行一善，最后的一个目的，我看到他了，同学，同学，同学，啊啊，我的眼睛，等一下，哎，那我陪你们过马路，我跟你讲，你们过马路很危险，来来，跟我讲一下，不要，讲一下，叫你过去，我讨厌你，啊，距离很重，那你应该不会讨厌我吧，同学，你会讨厌我吗？啊，我是183。